1941年5月5日，日本侵华海军大将大角率同一批高级将领，乘飞机由广州飞往海南岛，就任南洋联合舰队司令。飞机在中山陷境，被我游击队击落，除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等9人击毙外，并搜获日军南靖及占领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等最高机密文件一批。 飞机和救人，全力搜索黑色文件箱。好嘞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不准上街的！不准上街！上街管着呢。哎，上面有命令，过去，我可以过去。这里我们已经接管了。 102师伊藤少将，牧野中佐，我们要马上过去。任何人不准过去。为什么？武魂特务组接管了。嗯，牧野中佐，请你不要忘记，这里是由我管的战区。伊藤少将，我再重复一遍，这里被武魂特务组接管了。 啊！妈的，武魂特务组，你们为什么不抢救大角司令官呢？我们一定要过去，我们非过去不可。走走，特务组，在，现场紧急戒备，所有人在1分钟内离开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喂！ 还有15秒。 嚣张！哎，走，走。 搜去了，这是绝等机密的文件，落在他们的手里，我们在支那的作战计划就全部更改了。我想，游击队。
一定把机密文件送到重庆去的，怎么送法？哦，到澳门，经过香港转送出去。对，澳门现在还是中立区，他们一定会在那儿转手。牧野中佐，现在我把追截文件的任务交给武魂特务组。是，村井元帅，武魂特务组全体人员明天零点起。 彭老大老小，我不懂啊。
你知道彭老大都在什么地方？我怎么知道？报纸最新消息，淡水失守，买一份看看吧。不买。不买算了。快说，老大在什么地方？ 瞎眼了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跟那老祖宗来耍花样。嗯，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先生，我肚子疼啊，我要拉肚子，哎呦，我不生你钱了，我要拉出来了，哎呦，别装蒜，快带我去见彭老大，我有要紧事找他。找你的吗？ 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哎，什么风吹你来的？想找你真难。你这俩小兄弟又凶又狠，居然把我的帮手给打死了，你看怎么办？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你看。 这不是解决了？哎呀！啊！妈的，蠢猪你！
妈的，趁住！哎哎哎哎哼，这几年你混得倒挺不错，马马虎虎，比起你这个当官的可要差得多了。哎，不知关老爷到，小弟有事愿意。老大，咱哥俩还唱这出戏？做了官就要装正经的。立春，向当官的敬礼。咱们谈谈正经事怎么样？正经事，啊，你老哥当了官，几年来连你的屁也闻不上，怎么？今天和尚找上了青刀观来了。我们做一桩买卖。什么买卖？辣手的买卖，还得请你帮忙。哼，笑话！你们做官的来求我帮忙，老实说。我也不愿意沾官府的光，怎么样？哎，无功不受禄，有屁快放！说说是什么事啊？澳门有批货，要我们去接，很重要。听说前天中山县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，哎，猜猜，不必大惊小怪呀。你帮忙，官府的事，我彭老大不想沾手。哎，嘿，嘿，哎，你老哥送钱来，不受嘛，不礼貌。哎，也好，我就叫这四个小家伙帮帮你。嗯，你。你他妈的开玩笑！哎，你别小看了他们，这四个小家伙，啊，好，算了，哎，这钱留给你买药吃，我走了。等一等，黄大哥找你帮忙是给你面子，不去就不去，耍什么花样啊？把钱交回来。你说什么？嗨！去！嗨！去！到我手的钱是不太容易飞走的。哎，好，哎，哎，上去！请吧。哎，来呀！来拿！哎。你不拿，我拿了。哼，彭大，身手不减当年啊！让他拿去吧，我们走。快走吧，迟了就晚了。哎呦！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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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令尊昨天大寿，我没空去道喜，得罪得罪。令寿堂为什么不来？
家母突患急症去世，今晚出殡。中山方面的人到了没有？到了，快带我去。是。去吧，不，先请他停住。我过去，你留在这儿。不，让我过去，你替我掩护。行行行。令寿堂今晚出殡，中山的亲友都到了没有？昨晚到了。香姨带来了没有？带来了，快交给我。好好。
门徒全部完蛋了。黄队长，你走，我掩护你。嗨！林松，我命令你马上撤离。是，队长。
先生，过来。啊，我过来呀！啊，我，哎呦！快过来！嗨嗨！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我求求你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！啊！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千万不要杀我！我求求你，饶了我！不要杀我！别杀我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不要怕，你是中国人，你立了功，这是给你的奖金，你拿去吧。啊！黄大哥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快喝了吧。谢谢。彭老大在哪里？他有没有来？不知道。做惯乞儿，懒做官。哎，你们来澳门干什么？彭老大叫我们来这儿帮助你的，他说收了钱不替你做点事不好意思。他如果在澳门就好了。小济公哪儿去了？做买卖去了。买卖？啊！哎哎，臭和尚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今天生意做的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臭和尚花了多少元？嗯。黄大哥，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。什么事？跟你一起来的大哥已经死了，我看见他的尸首。黄大哥，你来澳门到底是干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们啊？对，说给我们听听。日本人现在在打中国，你们一定知道。知道知道，我们都是被日本人毁了家。是啊，从东北逃难来的。嗯，好在彭老大收留我们。嗯嗯，对，日本人每天在杀害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，现在他们的一批重要打仗计划文件落在我们的人手上，我来就是要把这些文件带回去。日本人当然也要抢回这些文件，而且他们已经到澳门来了。嗯，你怎么了？他的爹妈都死在日本人的手上，还有他两岁的妹妹。小济公，不要难过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。嗯。谁啊？送信的。送信的。黄大哥，好像是你的信。
是自己人，总部转来的情报。哦，找一个江湖卖唱的。黄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替你找到他。对，我们一定帮你找到他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昨晚由内地总部电台接收的。哦，小孙，围住！嗨，从现在起，注意一切走江湖的，宁可杀错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。嗨。从中山来的，啊？什么？什么中山来的？我住在澳门30多年呢。啊？哎，干这一行的人是一定不会承认的。哎，有文件带来没有？去你妈的！你们发神经了？啊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来，去见个人。什么事？来，你干什么？你们选本票啊？你？哎，老婆大人呢？救命！吃饱胆呐！竟然敢绑架我的老公！老汉呢？快来救命！我都说不像了，你偏说是蠢猪。人家都说不去，是你硬要拖他的吗？你才蠢猪呢。好，我看呐，那种人才不能干这行呢。他妈的，怕老婆。请问两位小弟，10月初5节该往哪里走啊？我是刚从中山来的。中山？你来干什么？找人交一点东西。哎，妈的，这咋可找到你了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很重要的东西。快带我去。好，跟我来。啊，好。哎，你刚从中山来，那你说几句中山话来听听。哎，你快说啊。Thank you.
大人欺负两个小孩，不怕难为情？关你屁事！你们快回去，不要提起我来了，我还要多玩几天呢。啊！小花，小花，啊！哎哎哎！打！
到底是谁？大日本皇军华南派遣军武魂特务组中佐牧野。啊！你们的接应人员全部完蛋了，快把情报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一条命。情报？哼，那你死了这条心。妈，这鬼子太扫兴！不要管他嘛，来吧啊！哎呀！有点不对头啊！哎，你就少管点闲事吧。嗯，我还没有完呢。玩你妈的！哎，你钱还没有给呢。快说，文件藏在什么地方？想要文件，做梦！你是谁？你爸爸。少管闲事。我管定了。你是他什么人？非亲非故。那你为什么要帮着他？哼，老子看你不顺眼，吹咩？啊！小花，那件东西在琴里边，无论如何你要交到我们自己人手里。快走啊！不要管我，日本人马上就要到了，快走，不要管我，快走。我走了。Ah!
咱们做强盗的来救你俩。好。就叫过小了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想乐多几天都不行。那很久没跟你联手打架了，记得南郊镇吗？那次一口气打倒30几个，真他妈的过瘾。前几天我还信用他，我杀两个替他报仇。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怎么见得？因为你收了我的钱。哎，来来，喝。好吃。哎，你刚才说的什么国家、民族，我都不懂。咱们啊，就凭本事跟义气混饭吃。哎，对不对？妈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我白天帮你打架，只是看不过他们以，哎，以什么来着？以众欺寡。对，以众欺寡。我知道，你对我好。妈的，像我这块料还能学你干什么大事？哼，笑话。那么当大家都在洒热血抛头颅的时候，你做你的大老爷，我看总有一天你会变成汉奸的。谁说？妈的，你可走了眼。我祖父是前清的举人，爸爸也是过了关老爷的瘾，就是，嘿，我不成器。好了，过去的事不讲。一句话，这件事成了以后，小弟替你弄一个官玩玩，怎么样？官？不敢做官。不敢，哼，做官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呢，芝麻绿豆的官不干。嗯，大的我保不上，一个厅长嘛，我倒有办法。嗯，厅长，那是什么官？花厅厅长，比你最恨的林秃子还高二级。哦，嘿，好，够意思。不枉你我兄弟一场。哼，他妈的，看我做了厅长，毙了林兔子。起。
起任何代价找回那个妞儿。捡起来的当然是我的，你给我，你们抢什么玩意儿？叫救命啊！上去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。那些臭男人，小妹妹，不要怕，对那些坏人，你要比他们更坏。哎，有没有看见小妞跑过来？哈，哦，哎，从那边过去了。嗯，你说那边，一定这边。就想走啊，四下差点没把我给吓死。哎，怎么想收徒弟啊？去你的，人家孤苦伶仃怪可怜的。哎，你好像就是救我哥哥的叔叔。你哥哥呢？我哥哥给打死了。不要哭，小妹妹，你还有什么亲人在澳门？没有了，都在乡下。你乡下在哪里？中山。哎，骚货，肯不肯让我带他回去？骚货。不准！对不起，小美人，我可以带她回去吗？啊？哼，这才差不多，只要她愿意就行。反正你们是认识的，
再说，我也养不起他。啊，小妹妹，愿意跟我回去吗？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大姐姐，再见。嗯。哎，什么时候你再来找我？我随时会来找你的。小妹妹，为什么来澳门？想想日本人来了，没有得吃。和什么人来澳门？我哥哥。你哥哥？我哥哥给人家打死了。你哥哥被什么人打死的？不知道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来澳门干什么？是。不用怕，说出来。是。走码头去讨生活。你有没有听你哥哥说起要找什么人？你也很累了，到后面去休息吧，房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好。这件事看来很扎手，会不会日本人已经得手了？不会，照情形看来，他们也在找这个卖唱的。哎，给我！哎，是我的！哎，给我呀！哎，给我！干什么？哎，给我！不给！不给你怎么样？他掉到我头上，应该是我的。哎，这把琴是我从地上捡起来，当然是我的了。啊，不给！你们刚才到哪儿去了？发现什么线索没有？没有，只是跟人打了一场架，捡到一把琴。哼，琴应该是我的。嗯，嘿嘿嘿。好玩好玩啊，好玩啊！气死你啊，气死你！哎，你没睡？睡不着。他叫小花。你们的新朋友，这是盲公饼，太子参，擦鞋仔，小鸡公。你想做什么？啊，我想。你想？我想。啊，出去逛逛。啊，你喊慢。嗯。哎，我玩琴给你听听，开开心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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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我要你教我玩。啊，好，好。嗯，我要吗？嗯，你要什么？我要琴。给你。笑笑什么？臭和尚！哎呦，我要嘛，给你！臭和尚，揍死你！笑了，快点，回我！好想，赶走！我有，情有古怪，问出来没有？这小妞死都不肯讲，再给我打，她就晕死过去了。奇怪，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你们看见那个小妞的手上拿过什么东西没有？没有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她手上有一把木琴。啊，木琴？哎，木琴在哪里？啊，快打给我，快打给我！木琴，木琴，掉了。啊，八个眼了。不过我知道母亲掉到什么地方，还不赶快去拿回来。是，走。我琴拿过来！凭什么你？哼，嘿嘿嘿。哎，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啊，拿这个跟你换琴，怎么样？嘿嘿，换你的妈！嗯，小兔崽子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，上！Oh,
买的你。小济公，彭老大，母亲我拿到手，又给日本人抢去了，我是蠢猪。臭和尚，你不是蠢猪，他们人多，我让你们单独出来冒险，我才是蠢猪。老大，你要帮黄大哥拿回母亲啊！小济公，哎呀，小济公，小济公。全部的文件我放回木琴里面。由小村、魏柱、小岛三个人负责带走。嗨，这文件事关重大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嗨，我们一定将文件安全带回去。哎，木野先生，你不回去了？我还要在这儿多留几天。刘新丑先生，关于这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够绝对的保守机密。哎，当然，当然了。可是我不相信你。不相信什么？绝对机密。我用人头担保，绝不会泄露出去的。人头？
对。啊，这是最好的保证方法。不要杀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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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求你不要杀我呀！对不起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要杀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木叶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木叶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拖出去！你们带了木琴离开。是。你们一定要经过这儿回去的，乖乖的放下木琴，免得你爷爷动手。他妈的，你们吃了豹子胆了，打！哎哎哎呀！
兔崽子从陆路跑不了，你的水路也不见得好走啊！七号码头等你的快船，已经下去见海龙王去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放下情报，还我的小济公来！什么小济公？ 告诉你，你也不懂。奇怪，在我们的情报中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哼！大日本皇军华南派遣军武魂特务组中佐组长，牧野三郎。 你们的武士道，你们日本皇军的军魂，呸！去你妈的！武士道，嘿嘿嘿嘿嘿嘿！待我将情报送回军部之后，自会满饮餐坛忏悔。
Thank you.
不哭的，建元。